光看到照片，我眼睛瞪得老大，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一个山路，有24道拐，那整个难度也是很高。因为在台湾呢，其实我们的山路呢，大部分都是柏油路，那像这样整个都是砂石路面的，其实几乎是很少见的。 我们的目的啊，就是推介Qinglong，宣传Qinglong，让更多爱好汽车运动的这些爱好者来我们Qinglong体验，参加各种赛事。 它是回头弯，好多回头弯嘛。现在又下雨，路滑，所以我刚刚上那个赛道，我觉得心里面我很。